今天是文章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，我们要看乃木坂的演唱会。Yeah. 你喜欢谁？白石麻衣。白石麻衣，文章超喜欢的，因为很漂亮。我跟文章一次午餐，我点了鲔鱼冻、黑糖黄豆粉豆浆。哇！文章狂玩游戏都不理我，文章点的是肉丸火锅定时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全部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他说怕他叫一叫喉咙会痛，他就买了龙角散。跟文章找高度怎么走？我们看到前面有个粉丝，我们就一直跟在粉丝的屁股后面跟着他走。文章期不期待？期待。期待啊！期待哦。你期待吗？期待。外苑前车站，我们今天要看乃木坂演唱会是在这个神宫球场。我第一次在球场看演唱会，超期待的。我听过了。文章，你会买周边吗？超棒，超暖心的。这里是卖周边的地方，人超级多。那方向哪里？好几美点。我们刚才拿到这个，这个是只要你敲它，它就会变凉。因为我们今天去演唱会是露天的，会热，所以要送这个。你接受带上。我也是第一次去这样杰尼斯以外的演唱会，整体有卖好多商品哦，而且还有这个超可爱的，这是他们人设的钥匙圈，超级可爱耶。文丹，你要买什么？布拉道领袖。你要来开箱他买的毛巾。这边。这边啊，这边。英国字啊，你现在就觉得。而且文丹今天又穿这个 Lacoste 的鳄鱼 T 恤。これで注目を浴びようかな。来てくれるかな。有多长？長さは？一メートル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 Muffa 套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。对，就像这样。文章戴上这个毛巾之后，完整的融入粉丝的感觉。我的西蒙诺们，好喝吗？好喝。文章好喝吗？好喝。这里是入口，好盛大。它那里每个旗帜都是每个成员的名字，给大家看细一点，就是长这样。文档，天上玩的，我有看他怎么写的吧。在入口旁边还有这种各个电视台节目送他们的花，哇，好酷哦！觉得有一种在动画跟日剧里面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，在我的眼前的感觉。还有他们的成员当模特的少女杂志也都有送花。いろんな人がお祝いしてるね。嗯，这个是比较熟女杂志安安，他们送的花束好特别，超可爱的。现在是四点，可是因为我们约是四点半进去，所以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就来喝饮料打发时间。然后我点的是柳橙汁，好喝，真的好好喝，这个超好喝的，这个好喝，这个叫做 lemonade。你们来 Wendy's 的时候可以点，因为等一下就演唱会，所以他现在在查音乐在预习，这个就叫做临时抱佛脚。我们现在要前往集合地了，文章期不期待？期待。因为我跟文章这次是被邀请的，然后他们官方就有在送我们这一本书，两本太重，文章拿得快掉下来。文章你是受邀哎，然后他完全就是趁着我的风头这样上来。就是讲的高一点，然后的讲。波浪的我的心，发烧幸福。这个就是 YouTube 的职业病，虽然也在拍。东京走桥的包裹，汉娜在翻译的汉娜，好白哦，一整个人白到在发光哎，每个人看到都这样。然后还有菜渣，还有秀秀跟明明。我们拿到票了，我跟文章坐在一起做连号。文章第一次的演唱会门票，好幸运的，好幸运，我们来抽。楽しかった。意外に盛り上がった。然后文丹有和那个斋藤飞鸟对到眼。呀，秋元真夏。秋元真夏，我们和秋元真夏对到眼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好开心。是现在回去的人潮超多的。我跟文丹玩的超开心的。最后的明治神宫球场，拜拜，明治神宫。我们现在在附近的咖啡厅点东西吃，这里呢只要消费满500就有送斋藤飞的卡，这里完全被乃木坂侵蚀了。而且最后一个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吗？每个人都有，你也有。文章你有吗？啊，我他听得懂，好厉害哦。那你我搞不懂。今天很开心可以看乃木坂的演唱会，我自己觉得看得还蛮感动啊，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文章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